有护肤店爆红，十个靠香客，八个主客人。你看，就是这间啦，贵女友打手枪店，不是，是贵女友护肤店，被画面中的男友这惊天一跪之后，声名大噪，不只生意上门咯，连警察贝贝也来了。前天下午3点，检察官带队突袭，吼，发现10间按摩间全客满，其中一名嫖客啊，刚被按摩妹弄到投降，警察就出现了。我有做啦，他只好承认，付2000元买半套。警方还发现哦，10个嫖客有7-8个是逐客工程师，都是常客哦。被查到啦，还一直拜托，千万别通知家里的人，别惨呐。还有工程师很着急，我4点要赶去上班。负责人和按摩妹被移送，嫖客也被罚钱。网友却有话要说，检察官是吃饱没事干吗？按摩顺便一下，干嘛大惊小怪？可怜的逐客人，动新闻。N 年靠枪无人问，N 客一跪天下知。报道。